姐姐的眼睛真好看。该吃饭了。姐姐，这个字认识吗？没读过书，不认识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用强迫自己委曲求全。终于到了。对不起宝贝，委屈你跟我住这种地方。没关系，我跟你在一起你都是假。我保证以后一定让你住进大别墅。真的要把相机镜头都卖了，当时可是存了好久的钱才买到的。是在创业吗？能凑一点是一点。抱歉宝贝，今晚约了客户吃饭。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不跟你家那位甜甜蜜蜜跑来陪我看车。不是怕你单身狗太寂寞吗？那你人还怪好，就没空。说了吧，我所有的存款都在里面，以后的也全交给你，一切承诺让你住进大别墅，现在终于做到了。那年你卖了最爱的相机，以后你想拍就去拍，不用顾虑我。大头说你明明很喜欢这辆车，以后就开着它出去旅行采风，我陪着你。李梦清女士，你愿意陪我过完余生所有的十年吗？